要再次多謝師兄光临俾我企喺呢度，因为咁大个舞台咧，咁多人喺度咧，系我哋做歌手啦，梦寐以求嘅一个舞台嚟嘅。所以今日趁师兄去后台换衫嘅时候咧，我就要占为己有，所以唱一首我自己嘅歌曲俾大家听。送俾大家三个字。谢谢，多谢。